盼望着，盼望着，神剧来了，吐槽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是五毛特效的样子，欣欣然亮瞎了眼，原住民疯起来了，脸孔们燥起来了，小编的稿写起来了。花千骨抢先一步，开播之日便引来网友狂吐槽。而6月12号盗墓上线后，相比之下，人们觉得，貌似花千骨拍的还是很好看的。接下来，编姐就为各位网友盘点下，究竟花千骨和盗墓笔记雷剧精神哪家强？盗墓笔记首先是一对高颜值同人，驾驶能装很多油的某名牌 SUV 小红红，从德国一路自驾游到了中国某旮的大沙漠。然后出场的是一辆没有叠叠的 SUV， 有名气的另一辆 SUV 嗖嗖嗖的追来，跟着的是从快本里出了兼职的黑衣人们来追拿着高仿青铜器的高颜值同人们。然后硬直路的某名牌 SUV 就爆开了，黑衣人们追上了叠叠。这时长得像金正恩和疯眼汉的王胖子出现，英雄救美。他们一路驱车来拜访了《爸爸去哪儿》的实景拍摄地，跑啊跑，跑累了就来到当地蒙古叔叔的豪宅里吃麻辣烫。然后留着周笔笔同款发型的酷糖糖，驾着貌似和叠叠是同一辆但补好了胎的名牌 SUV 也来到蒙古叔叔的家里吃麻辣烫了。剧情先剪到这里，但好像出现的硬植入广告已经很多了。首先是名牌 SUV 们都给了斗大的特写，而唐唐的助听器再过几小时，某宝同款也会火热上线。再加上之后三叔使用的大品牌国产电脑，这些都在情理之中。毕竟颜值爆棚的剧还不代言点广告，那主角顶多在戏里能火两集。相比之下，花千骨就在植入广告上做的非常业界良心了。毕竟是古装剧，没有出现啤酒、饮料、矿泉水，连霍建华给丽颖的包子，为了不给狗不理机会，都用特技加上去而非实物。这一点上，编姐真的是要为花千骨点赞了。如果要从两个剧中找相同点，那也只能是特效都让小编我醉了。如果真的给特效组五毛钱，希望他还能再找给小编四毛。先说说花千骨那个时尚时尚最时尚的肉包子，剧组不是说好的500万特效制作成本吗？那肉包子就一定要用特效做出来才能显示钱花在哪儿了吗？早餐店一个肉包子才1块钱，没钱买个榨菜包才5毛，五毛的食物变成了5毛的特效，花千骨也是蛮拼的。还有这个可爱的食人花，但是怎么看都觉得《植物大战僵尸》里紫紫的食人花貌似更好看。看看丽颖这血刺出来的那一刹那，甜心的小白眼也是情不自禁的翻给他。但是丽颖孵出来的那个大绿毛毛虫还是挺像样的，感觉逼真的不像话。如果放到《玩具总动员》功夫熊猫里，应该也没有什么违和感。如果如此卡哇伊的即视感，怎么总觉得和缥缈的仙侠们不在一个次元呢？再看看这边盗墓红色小车车的爆炸镜头，哇，还真是逼真到没有朋友。一个没有油了的车车还能劈出这么大的火花，小编物理化学没学好，所以为了疯狂的演我就信了。好吧，总之国产特效看起来总是屌屌的样子，真不知道欧美究竟还要奋斗多少年才能赶上我们伟大的国产特效呢。这里要对盗墓里纷纷使用的真声热烈的鼓掌，也要为王胖子地道的北京话热烈的鼓掌。盗墓现场纷纷一出场，是由原声进行独白，听的小编现在还少女心爆棚，久久不能释怀。果然长得好的人独白都不会太差，一下子小编就进入了纷纷的加了密一样的讨厌世界。而王胖子地道的北京腔也迅速让小编从他金胖子的外形里抽离。在那边花千骨的配音可就得交还给国家了，虽然霍建华不用他港台的原声情有可原，不过这男配音演员真的了解霍建华叔叔的调性吗？总之以后如果建华叔叔一激动喷唾沫星子的时候，看你怎么给他配出花洒的即视感。报告到新闻，雷剧精神哪家强？小编看完后面的剧情再来评报道。